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来感谢一下各位。2022年官方举办的金星奖皇帝我上榜，接下来是第二阶段的投票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票投给我。那投票的连结我会放在底下留言区，并且把它置顶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神圣的一票拿来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在颁奖典礼上跟各位见面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皇帝，我的影片让你哟也看不腻，各位。我今天邀请来的一楼还有他弟弟，我今天要实现一打二，你们觉得不可能吗？当然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只有他弟弟是战力，你知道吗？一楼完全称不上是战力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打一啦。一楼是附属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加进来好像有跟没有一样的战力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随机单中，来打一打二。等一下我会想办法用红宝石洗出小青，我的最强角色。洗出小青之后呢，基本上他们对面不管玩谁啊，我都是轻松屌压。OK， 各位相不相信？今天我会直接用小青打烂他们两个，来跟他们两个通话。玉泽宝贝，我们今天要来打单挑。哎、欸，还有我，那有什么单挑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一楼姐姐。那其实他不是什么战力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单挑，就是我跟你之间而已，好不好？那既然是一打二了，有没有要来什么赌注啊？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就是你们替我决定啊，啊，你们也替自己决定自己的处罚，可以吧？都二打一了，嗯，你有想到吗？啊啊，我想到了，你弟有没有穿过女装？你的衣服你弟应该穿得下吗？太漂亮啊，我怕太漂亮。没关系，那就是顶多就是我娶你而已，就这么。啊，不然你们你们两个穿女装办选美大赛，可以吗？宇哲宝贝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那我输了，我一样。可是我不会输啊。你不会？二打一，你对对对了对了，那我应该不用处罚吧？要啦，我一个人呢、欸。去亲红花者一下。好，嘴对嘴吗？嗯。可是宇哲宝贝，你会介意我跟别的男生亲亲吗？还好啦。哦，还好是。那我跟他亲完之后可以跟你亲亲吗？这样我们不知道他什么角色，对吗？对。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才能知道吗？对。基本上我要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啊。为什么？小为什么？欸，他一定有厨子。我没有。台币战士。我没有厨子好吗？我没有厨子。你看我又是维拉的啦。你是维拉的，他过来你就直接晕他，他已经晕了。不要乱说话，不要乱说话，等一下抖音就整个都是这种。你二打一，你们还输一楼，你会很没面子哦。嗯。晕，哎、欸。哇，死了、真的吗？我才哦。啊。啊，皇帝！我败赢了，对嘛？回城卖嘛？哎、欸，他要杀我了啦！没事没事，你就躺下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只打你就会赢了啊。不是，好，我看你们两个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全服最强小青哎、欸！不要给我压力好不好？你是在哪？他在哪？来来来，晕他晕、嗯，好恐怖哦！不行啊，你弟那只角色太麻烦了啊！糟了糟了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不行啊，你弟那只真的太靠北，我没想到他会玩，完全没办法哎、欸。会会，等你出来。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可以吗？哇！一楼你在冲杀小啊！哎、欸，你现在要杀我是不是？我不是这种人吗？不是哎、欸。治愈。我不是、啊，我在叫他啦。哦、你弟弟好恐怖哦，他到底想怎样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打你也不是，你会晕我；我打你弟弟，你也会晕我啊！我到底要怎么办？你不要靠近那个塔，你跟着我，你贴在我身上，看到他就按那个爱心。好，是给你爱心的、啊。
退不了啊！来，他会不会双杀、啊？打一点。我找那个角度，我找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我等超久，你们两个好不容易可以让我壁咚在一起，你知道？你要在这边要去。哎、欸，小心！哎、欸，草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吗？哎、欸，他跑了。好。你不要帮你姐姐分析好不好？不然呢？你可以让他自己打吗？好。我们同队的。你要让他成长啊！我已经长大了、啊。又一技能，草丛。我被壁咚了。这么浪漫的词被拿来这样打打杀杀。上草。什么是上草啦？上面的草丛、啊、哇，被你害死！我的错，靠呀！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害死！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你可以买装备，你可以买装备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打二的部分能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有草丛，我知道。你又知道，你跟一定不知道。我知道啦。我刚刚有看到啊，不是，我现在一技没有一技能呐、啊，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没有，没有，明明就有，没丢到，快点啦！我先把你弟抓掉就好了，剩下这一个就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没用，这个就没用。你不要，我觉得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要跟他一起，他壁咚哦。你笑得很噁欸。前面是我还你弟。你呀、啊。哦，我是不是？欸，我感觉你就是要靠近我啊。我现在不知道，我等一下，我现在的疑问是我不知道到底要抓你还抓你弟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办法出去欸。哎呦。哇，我直接一个。你直接晕，你可以晕就晕。晕他吗？对对你现在到底要怎样？我现在不知道我男人怎么样啊！哇，荡掉了，棒可以杀！来，我杀，我杀！干嘛？不行了，我要死掉！完了，被你害死！我刚刚也荡掉啊！哇，我速度太慢了。OK， 哥，我俩荡掉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讲，一楼我知道你是站在我这边的，好吗？就你弟弟就穿女装就好了，就解决了，好不好 ？OK 了。不会不会，完了啦，他一定没血可以回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？没事嘛，你没事嘛。哇，你怎么还有大？没事没事没事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两个时间应该是不太够了。完了。哇，输了！真的、喔？怎么这么快啊？太怪我嘞！你姐姐复活了，你姐姐复活了。欸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、欸，走走走走！哎、欸欸，你还要想，你还想杀我一次？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杀掉他！杀掉他！杀了！Yes！ 小兵应该会推掉吧？小兵应该会。哎、欸，哇，有大兵、欸！有大小兵哎、欸！小兵。哇！没事啊，去世！好戏剧性的效果啊，效果吗？哇，我哦，完了，你完了！我刚刚不应该，我刚刚不应该，啊、没了。哎、欸，输了啦！耶！哎，为什么？十秒够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够。哎、欸，我有机会哦，我有机会哦。那如果我直接猜嘞？直接猜，要这么硬就对了。好，好、啊，算了算了，硬猜啦！哎、欸，不能算了，我们会输的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人呢、欸？我等于只有半个哎、欸。死了死了死了！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 ！BBQ 了，真的 BBQ 了。哇！我要踩塔了、哦。我踩了，我踩了。哎、欸，阿根廷，阿根廷杀我！输了。啊！我觉得我可以赢诶、欸，
就是因为刚好你姐的那一只太机车了，不知道在晕三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很有魅力。好，我会去清空花者，我说到做到。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早就可以赢了，只是刚沙维拉那个是一楼太欠杀，我才。是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是不是，只是。OK， 那处罚我会去做，好不好？宇哲让你逃过一次。如果这一部影片观众还有抖内钱，好不好？我下次绝对让宇哲穿女装。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宇哲是谁啊？宇哲是一楼他弟弟，好不好？绝对让他穿女装，没有问题的。好啦，那今天是我跟一楼还有他弟弟的单挑赛，二打一，虽然输了，我们虽败犹荣。那处罚就是要清空花者嘛，会做到。OK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点一点，谢谢大家皇帝，我点赞的勇也看不腻，那我们下一部分见啊，大家拜拜。